紧闭的梦，我一个人，不让你颤动，敲亮我的泪痕。你就雨后，光明也就到了尽头。你双手的温柔，怎么挽留？痛不欲生，孤单是我的敌人。越是越想，越是想你，越是我伤害了很多人。我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就算老天爷放过我，法律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很想对那些我曾经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，离开这个世界，也许是我最好的归宿。刘火，你还好吗？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呢？薛姨，火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么长时间，你就不担心呀？怎么会不担心呢？可担心又有什么用呢？儿子是我自己生的，可未来的路呢，也得他自己去走啊，是吗？我去看看汤热的怎么样了，我希望等他一出来，就能有一碗热腾腾的汤给他喝。雨琦姐，你知道吗？原来火哥这么在乎你，你真傻。以你的才智和我的能力，我们火器公司一定可以在3年，我们就要准备上市了。到时候我会助你成为业界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。当你站在舞台上那一刻的时候，你就要感谢那个你身后最伟大的女人。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战场，我们的一切。这你就满足了？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办公室一定更大更奢华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北京城。我们要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嫁给我。悄悄样死去，你可知道你是我生命的所有，可知道只有雨琦。其实你是个可怜人，你不懂什么叫爱，你不爱别人，也不爱自己，你让自己在得不到世人尊敬的同时，也让自己陷入了犯罪的深渊。虽然你走了，可是你留下的伤痛是无法弥补。不管你用余生我是否还爱我，我会在那个时候。
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话要对你说，但真的来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自从跟你分开以后，我常常都想，希望能够跟你断得一干二净，从此不要再有瓜葛。可是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却反而觉得那么的难过。雨琦，你知道我最难过的是什么？我最难过的是你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，带着不幸福离开这个世界。你总是说你最爱我，如果你真的懂爱的话，为什么不多爱你自己一点？那么你就会学会放手，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真的，雨琦，这辈子我注定欠你的。如果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话，希望你在那里好好的生活，注意看看以前你忽视的风景，别忘了寻找属于你的幸福。如果你会想起我，想给你多承诺，觉得何雨琦特可恶，真出了这事儿，可他妈妈又这样，真的觉得好心酸呀。怎么不要妈妈？这可真是，黄梅未落青梅落，白发人返送红发。大伙儿该干嘛干嘛去吧，啊！散散吧，散散吧，啊！都散散。妈妈好想你啊！雨琦妈妈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要这么难过好吗？琪琪没死，我女儿没死，琪琪没死，琪琪，琪琪妈等你回家，琪琪。雨琦妈妈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好吗？要不到我家去坐一会儿。就在这儿等他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女儿一定会回来，我女儿一定会回来的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知道吗？那个徐彩云又在小区里头哭，哭的那叫一个惨呀！是啊，你们在说何雨琦妈妈吗？除了她还有谁啊？我去看看她。哎，你疯了呀！你去看她，你想啊，何雨琦偷了孩子是她的不对，但是
这人死了毕竟是件大事儿，他妈妈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，你这不是引火上身吗？他妈妈现在完全不受控制，失去理智，你这要是去了，直接撞枪口上。